老板，这个大板烧怎么卖的呀？老板，原味的10，来一份，来个原味的是吧？啊，对。是牛奶锅。那个是汤菜。老板，这是哪里的小吃啊？那个是日本的小吃，被韩国那边改版了。这个做一份要多久啊？5分钟一份，老板。你很久了，老板。这个是大碗酱。老板，您做这个做多久了呀？这个全餐的，前面是做那个牛泡面的，牛肉给的有点多啊，有点破产了是吧？啊，对。那个煎鸡蛋。Hello, it's me. 老板，这个鸡蛋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啊？应该是先有鸡吧。先有鸡啊、哦。鸡蛋前面，放在后面。老板，这个白白的是什么酱啊？这个就是沙拉酱。沙拉酱。对。那这个黄黄的呢？冬米淀粉酱。这是肉松，对，加好多、哦。好，谢谢老板。